先这里购买没设备去买嘞，这青年那没有了，其他话都是被他话嘞。这青年了，或者进入啥地方嘞？这青年交通是呢，就那什么，五月份青年就买住回头搞了。的五月份青年了，没个人进我的钱了，个人进我。个人进是吧？再个人进，路多少人不包？比这青年有低的呢？毕竟现在你那是哪块的？第一呢，毕竟是说，除了王苗之外，现在有 exclusive 商店呢，那是因为人家不让我做，不是毕竟的品牌嘞。而且我们店呢，毕竟是当初最标，现在那是品牌，而我们店呢，完全那是品牌。